第十六题，某元素 A 之原子结构如右图所示，各符号分别表示质子、电子、中子，则此元素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晓得，我们把它写成 A、X、Y 的时候，这个 X 指的是原子序，也就是质子数，就是中心原子核里面带正电的粒子的数目。那我们看到数一数，这边是六个，所以这边是六。而 Y 呢是所谓的质量数，也就是质子数加上中子数，也就是中心原子核里面总共有多少个粒子。我们图上面看到，我们带正电的质子有六个，不带电的中子有七个，六加七是十三个，也就是我们的质量数质子数加中子数十三，所以我们写出来的结果应该是 A 六跟十三这样的结果。因此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则此元素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A 6 13